好，大家欢迎收睇 PCM Gadget Live 嘅。系啦，咁啊，预告同埋大家见到而家我哋台面咧，都知道我哋今日嘅主题啦吓，会系一啲好，我谂近期比较多人讲啦，即系又未必系话一定最新嘅，但系就多人讲嘅几个嘅蓝牙耳机啦。咁我当中就今个礼拜咧，就我谂比较多人讲之余，仲有多人买咧，就系、是、呢、這个。Eva 嘅呢個福禄寿蓝牙耳机啦，嗱咁咧呢个咧就比较特别嘅，因为其实好多时候我哋买蓝牙耳机都系听个音质行先啦，系嘛，或者系一啲降噪嘅功能行先啦。啊、但系我谂买呢个 Eva 蓝牙耳机嘅朋友咧，都系一啲 fans 向啊，同埋咧呢、這个蓝牙耳机嘅行货咧，就应该系寻日呢一寻日前日开始派货啦，吓。但系水货咧就礼拜头已经喺香港买到啦。水货嚟讲，应该上个礼拜五就到咗啦。礼拜五添系啊。咁至于行货嚟讲咧，其实代理就话佢哋嘅大货咧，应该系七月头咧先正式最多货底。咁我哋就攞咗几个行货翻嚟啦。咁其实行同水咧，分别就真系争个保养嘅啫。冇錯，咁就點解會特別講呢 Eva 嘅耳機呢？咁原因就係因為我諗係發布咗之後啦，即係首先就已經好多 Eva 嘅 fans 都話：，哇！呢、這個耳機個樣都 OK 喎，嗱，俾個 close up 大家睇下先，去翻呢、這個係啦，嗱，咁呢個就係 Eva 嗰個耳機啦。咁其實咧就佢今次就有三個顏色啦，因為我手頭咧其實我有三盒嘅，不過因為即係六號機咧，就攞咗去俾個同事咧，就做呢個音質測試，咁啊攞咗出去。咁就而家我睇我台面啦嚇，咁咧我實物咧就呢個初號機啦，同埋呢個二號機咧嘅實物咧就喺大家面前睇到嘅。咁啊另外有一隻咧就係呢一個咧深色嘅呢一個深色嘅六號機嚇，就有三隻顏色。咁佢呢個深色嘅咧就係深藍色加呢個橙色咧去做嗰個機身嘅。顏色嘅，咁其實三款耳機咧就內容係一樣嘅啫，即係冇話三隻唔同聲啊咁樣，咁啊最主要就係嗰、那個包裝上面個分別，我諗呢、這個係最吸引人啦，同埋呢個耳機比較特別就係佢行貨就都係賣耳機嘅 channel 啦，咁但係水貨咧你會發現今年咧即係呢個耳機嘅水貨咧會出現咗一啲模型鋪啊。即係有啲模型鋪咧都會買呢啲耳機，咁當然你話喂我去嗰啲地方買 O 唔 OK 啊咁樣，咁啊最主要就係因為始終佢哋唔係賣開耳機，其實可能如果你話我想開嚟試啊，或者係有啲售後服務咧，咁其實模型鋪就未必做得到俾你。咁但係如果你話我係純粹 fans 向，我買咗先想話盡快有嘅嚇，咁咧嗰啲地方其實貨源都多嘅。咁當然你評估啦，因為有啲人其實可能買呢個耳機咧，就未必係真係聽嘅，或者即係我哋坐嘅啫。咁其實就冇乜所謂。但係如果你真係愛嚟聽咧，咁你就留意翻嗰、那個保養啊咁樣啦嚇，或者係行貨可能你即係俾咗錢喺現場喺鋪頭一試，依只耳機有問題，換個隻都得啊嘛。咁今次嚟講呢一隻耳機咧，就係 Eva 2020嗰個電影，即係今年嘅電影版啦，同而家係咪今年都未知啊？應該係今年嘅。係咯，咁另外咧就係同日本嘅一個好出名嘅耳機品牌 Final 啦合作嘅。係啦，咁今次仲係 Final， 即係以 Final 呢個品牌嘅名義咧，係首隻無線真無線耳機嚟嘅。係啦，咁啊 Final 其實之前都係出啲有線耳機嘅，咁啊即係平中貴價都有啦。咁但係真無線耳機咧就都係第一隻嘅，以佢嘅品牌嚟講出嚟第一隻。咁呢個耳機比較特別，即係除咗個樣之外啦嚇嘛，咁其實喺呢、這個即係都有幾多兼味位嘅。即係首先喺日本嚟講咧，其實佢就會跟多咗一個有線嘅耳機嘅。嗰只咧就係 Final 嘅 E1000 耳機啦。咁本身佢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喺個耳機插嗰個位咧，都係用翻 Eva。如果你睇卡通片就會知嘅，咁就係初號機或者即係總之三隻 Eva 啦，或者咁多隻 Eva 都係啦。佢背後咧係條電源線插住嘅，佢用翻嗰個電源線嗰個插嗰個設計去做翻嗰個機插，咁所以係幾特別嘅。
咁同埋本身 E1000 嗰個音色嚟講咧，其實好多人都話係好抵買嘅，因為只係大概日本係大概2000 yen 到，咁但係個價錢係物超所值嘅，好平，即係好好入門級嘅價錢。咁但係啲聲就靚，你以嗰個價錢係收貨嘅。即係清脆啊，收貨有特添啊，乾乾淨淨係嘛？咁、所以咧就因為喺日本咧嗰、那個 E1000 咧係當成一個贈品咁嘅形式做，即係你買呢、這、一個藍牙耳機咧，佢就會跟嘅時候咧就喺日本你預訂嘅時候咧就會有埋個 E1000 俾你。咁香港而家行貨嗰個 E1000 係點樣處理咧？代理方面係未有決定，未有定案嘅。因為最主要個考慮咧就係、是。究竟香港分到嗰個 E1000 有幾多嚇？咁變咗，因為如果佢全部係跟機送咧，就似乎就未必夠。咁但係用一個乜嘢嘅形式做咧？咁其實代理都安排緊。咁可能我哋一有消息都會同大家講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想儲埋只 E1000 有冇機會咧？有嘅，即係香港會有機會出現呢一隻 E1000 有線版嘅。係啦，但用乜嘢形式做咧就未知，究竟係到時送啊，或者係用乜嘢方法得到啊，又或者係加少少錢換啦、啊，即係一個象徵式嘅收費，唔知嘅，即係未知，因為最主要都要睇翻代理去同廠嗰邊傾咗之後嗰、那個數量係點樣。咁咧耳機咧有啲咩特別咧？嗱，即係當然個樣咧，佢就係一個，其實佢用嗰色咧都幾似模型嘅。咁一個即係磨砂咗之後嘅嗰個顏色啦，咁你會見到佢中間呢個綠色啦，或者係呢一個黃色咧，即係中間嗰個係一個按鍵嚟嘅。咁你所有嘅藍牙嘅操控嘅功能咧，都係喺呢左右呢兩個按鍵去做。咁呢個其實就好一般，即係藍牙耳機嗰個做法啦。咁但係特別在咧，就係佢撳咗落去之後咧，你會聽到，如果你戴上耳仔咧，你會聽到佢有一啲嘅操作聲嘅。咁嗰個操作聲咧，佢就係揾咗日本嗰、那個即係 Eva 裏邊角色一個叫伊吹魔爺嘅角色，佢嘅聲優叫做長澤樹美樹嘅配音嚟嘅嚇。咁伊吹大家知唔知咩角色啊？其实是短头发，应该系 Nerf 里边短头发个女仔。一个系嗰个操作官啊。係嘛？操作官，操作官即坐control 嗰、那個，我睇下有冇相俾大家睇下先啦。相信啲 fans 好應該好清楚我哋咁啦。係啦。啊，我哋可以搏一搏個，就係佢啦。好，係啦，俾個畫面大家睇下啦。出唔出到咧？係啦，咦，未得啊！等等啊，我講住先嚇。咁咧佢就會有日文嘅一個控制聲啦。咁其實你每一個動作佢都有日文，但係你話喂我唔識聽日文喎咁樣，咁點咧？咁其實即係你睇翻個說明書咧，咁可以轉做英文設定嘅，咁但係就比較麻煩少少，唔係咁容易，唔係咁全神咯。咁我。我睇翻嗰個控制咧，就係要撳住呢個control 掣咧15秒咧先至會轉得翻嗰個英文嘅。咁如果你話我完全唔識聽日文嘅時候咧，你就可以轉翻做英文。咁當然英文嗰、那個語音即係出嚟嗰個聲咧，就冇日本即係日文嗰個漫畫嗰個咁全神嘅，係啦。咁所以咧就要留意翻。等先啦，最新消息就係話6月22日開始咧，呢一對耳機咧就會開始接受訂購嘅。咁喺至到7月7日預購期內咧，就會可以送埋嗰個 E1000 嘅有線嘅，即同日本一樣咯，係啦，嘛預售訂購嘅時候就會送埋俾你啦。咁好消息嚟嘅，即如果大家未買呢、這個未訂或者未出去買嘅時候咧，咁可以考慮價錢嚟講咧，因為行貨水貨差唔多價錢嘅啫，都係差幾十蚊嘅啫，差幾廿蚊啦，即係行貨就會可能貴幾十蚊，係啦，係啦，都係15几几嘅，即係唔會相差好遠嘅。咁所以頭先個信息就話行貨你預訂嘅時候都會有埋嗰只E1000啊，係啦，即係代理有聽住我哋講嘢啊。
系啦，系啦，咁啊，所以如果大家系粉丝嘅话，可以考虑啦。即系阿 Andrew， 我想，如果三只颜色，你会拣边一只？嗱，如果即系其实我嗰日都问过水货铺嗰边嘅，咁佢哋话咧，如果单购咧，最多人一定系买初号机呢个版本嘅。系啦，咁但系亦都有为数唔少嘅人啦，即系带下 fans 咧，当然就系一次过三只买晒，唔谂。犀利，嗰啲摆明攞嚟做噶啦，唔系攞嚟用噶啦。其实佢呢个耳机咧，即系我即系初步听过啦，其实都有少少评价嘅。咁首先就系其实佢跟个耳胶啦，首先跟咗六个尺寸嘅耳胶，咁就五个尺寸嘅耳胶。咁啊算多嘅，因為好多時耳膠都係跟大中細嘅啫。咁佢係細細中大大大咁樣嚇，咁啊即係會有五個尺寸嘅耳膠俾你配。咁第二樣嘢咧，其實呢個耳機嘅聲咧，其實都有啲似翻 Final 嗰啲有線耳機嗰種音色嘅，即係佢嗰個中高音係比較開揚嘅。即係比較闊嘅個音場，咁其實會聽得幾舒服。咁當然個 bass 又唔似一啲即係可能時下好多牌子好重 bass 嘅嗰一種做法。日本通常啲耳機都温文啲嘅。係啊，即係 keep 到我諗 keep 到 final 嗰種音聲底嘅嚇咁樣。咁啊，只不過係嗰、那個即係我覺得嗰個藍牙連線咧就。可能比較難啲，即係一定要睇咗個 menu， 因為佢撳一下、撳兩下、撳三下或者係長撳都代表唔同嘅操作。咁你要睇咗 menu， 因為佢未必係同一般嗰啲藍牙耳機，哦長撳就係 pair 咁樣嘅嚇。你要睇翻個 menu， 因為佢講嗰啲日文咧，如果你唔識聽咧，其實你係未必 get 到究竟嗰個係一個乜嘢嘅 mode。咁你又唔想轉英文失真，即係失咗嗰種動畫嘅味道咧，咁你就記住睇翻 menu。佢記得翻點樣去做 pair 啊，點樣去做call 翻 Google Assistant 啊，或者點樣去pair 啊 pause 啊咁樣呢啲咁嘅動作。咁其他嚟講，大致上咧，咁即係一般藍牙耳機嘅功能啦咁樣。因為其實呢一個耳機某程度上咧，都係我諗係個設計係值一個錢嘅，即係值咗某一個價值喺裏邊。咁但係你話聽歌嚟講咧，咁都～唔錯嘅，咁佢譬如藍牙 5.0 嘅連線啊，咁呢啲Final 出品一向都有信心保證嘅。A.P. T.H. Audio 啊，咁都有嘅，係啦。咁所以如果你係Android 手機就會受用啲咯嚇。咁電池呢、這個睇下先，我個電池。電池佢就六個鐘嚇，播六個鐘係啦，咁所以如果播 AAC 就九個鐘，其實算都算唔差嘅，即係如果夾埋嗰個電池盒嚟講，咁呢個都 OK， 即係我覺得除咗玩之外，其實都有一定真係聽係有用嘅，係啦。咁同埋記得啦，頭先再講多次啦，總之係7月7號之前啦，咁就預訂呢一款耳機咧，就可以有埋嗰條 E1000 特別係特別版嚟啊，強調特別。版嘅耳機先，嘅有線耳機咁，即係買一得二係好抵嘅。係啦，好啦，嗱咁其實今日嚟講咧，就除咗呢個 Ava 係即係呢幾時開始預訂咧？其實係22號開始，即係下星期，即係下星期一。嗱，啱好申請完嗰10,000蚊就去。就落訂申請啫喎，未過數喎，大佬。你網上話7月4號啦，10,000蚊你度簽領啫。七月四號就有噶啦嘛，報稱話。咁今日咧，除咗即係Ava 咗新耳機啦，咁其實Exactly今日嘅晏晝即係3:00咧，咁Sony 咧亦都即係香港發表咗呢款啦，發表咗個另外一個真無線耳機，可以嚟個 Close Up 啊，係啦。感覺上係啦，嗱呢一個好 colourful 啊，呢個咧就叫做SP800係啦。咁 SP800 呢個藍牙機，咁其實我哋上個月咧係做咗一個叫做 SP700 嘅型號嘅嚇，咁所以好快咧就出咗呢個 SP800。咁我記得一個月前我哋寫呢個，即係我自己寫喺即係 PCM 嗰個測試報告啦 ，SP700 嗰個測試咧，其實我當時都同大家講咗就話，喂如果你想要一啲功能多啲嘅咧，等啦。等呢個 SP800 咧，因為我記得 Andrew 你當時都寫咗 online news 嘅，係啊嚇，咁因為外國其實就發布咗咁啊，但係就未講正式賣咁解嘅啫。咁當時你睇翻個 spec 就喂
相比 SP 七八咧，咁其實呢個 SP 八八咧，所有嘅功能上面就齊好多。因為 SP 七八咧，基本上除咗係個 extra base 之外咧，咁啊，基本上所冇功能噶啦，嚇，都係正常嘅一個藍牙耳機。但係好多譬如一啲連手機 app 啊、功能啊、幹燥啊呢啲咧就冇曬嘅。咁你要有齊曬咧，就係呢一個SP 八八。咁呢一個 SP 八八究竟同呢個一千 S Mark Three 嚟講咧，爭幾遠？有啲咩分別咧？應該好多人都想知道。因為如果以成個 Sony 嗰、那個真無線耳機嘅佈局咧，應該就差唔多出曬噶啦。即係除下一轉就應該係再 renew 噶啦。啊、即可能是一千 S Mark Four 噶啦，如果的唔係的話咧，喺而家呢個 moment 咧 ，S 一千 S Mark Three 咧就仍然都係一個旗艦嘅型號啦。落嚟一級咧，就係、是、已經呢一隻 SP 八八啦。咁呢只 SP 八八究竟有啲咩嘅分別咧？同一千 S Mark Three 或者再落去 SP 七八中間，佢有啲咩分別咧？佢大致上成個設計咧就同一千 S Mark Three 咧一樣，除咗冇咗嗰個QN1E 嗰一粒 chips。嗰一粒 chips 咧做聲頻，就係做聲頻嘅。因為好多時候我哋用藍牙耳機咧，就係因為嗰個藍牙傳送咧，其實限制咗嗰個頻寬嘅。咁如果你聽一啲比較高清嘅歌啦嚇，咁經過藍牙出到嚟咧，其實嗰個動態範圍咧就窄咗，弱咗好多。咁就要靠嗰、那個QN1E 個粒 chips 咧，係做一個聲頻。咁QN1E 其實就係一個比較簡化咗嘅版本啦。咁係一個24bit 嘅聲頻嘅啫。咁如果你要再高咧，就係大耳牛嗰只一千 S Mark Three 咧，就係32bit 嘅嚇。咁但係都唔緊要，因為其實以一個入耳嘅藍牙耳機嚟講咧，咁其實有得聲頻咧，嗰、那個音色咧其實已經相對普通嘅藍牙耳機咧，已經有一個好好嘅提升啦嚇。咁呢一好啦，咁呢個冇咗之後咧，咁究竟會出現一個咩情況咧？咁其實佢就會加咗其他功能落去嘅，譬如係一個extra bass 啦，嚇一個防水嘅功能啦。係啦，咁就另外就係佢呢個咧就比較特別咧，就係、是、我哋喺用一千 S Mark Three 嘅時候咧，好多時出現個問題就係一千 S Mark Three 咧戴上耳仔咧好容易甩啊，因為佢其實都會跌出嚟啦嚇，咁同埋好用，因為佢係靠呢、這個塞喺耳道呢個位置咧，去支撐住成個耳機。雖然佢話有五點支撐，即係其實耳機其他位置咧都會支撐，但係個力點咧其實都係靠呢個耳膠去攞。我自己試過就唔係戴得好穩。係啦，我自己都跌過幾次嘅，即係尤其是可能即係近排你成日戴住個口罩咧，即係會喐咧，咁啊更加容易跌。或者你話我戴住個 headphone 跟住食緊嘢嘅時候咧，喐下喐下咧，嗰隻耳仔咧，咁就鬆噶啦。嗰、那個即係你唔好真係食米線啦嚇，即係唔係加料噶啦，成個就跌咗落去噶啦嚇。咁咧呢個防水喎，可能冇事喎嚇。咁咧呢一個咧就加咗個係運動嘅耳膠啦嚇，咁就變咗咧你戴咗落去嘅時候咧就會多咗個支撐位。我自己試過就真係穩陣好多。係啦，穩陣咗，同埋雖然實際個重量咧一千 S Mark Three 咧係輕叮叮嘅，唔覺咯。係啦，但係你實際上戴咗耳仔度嘅時候咧，就嗰、那個卸力之後咧，呢一個咧你會感覺佢冇咁聚嘅，係嘛？即係有個耳膠幫你頂翻住啊嘛。好似好聚，或者你搖頭嘅時候好揈嗰種感覺嘅，冇嘅。佢貼好多嘅，戴得舒服好多嘅。係啦，咁就另外嘅呢一個耳機咧，或者係一千 S Mark Three 嘅 user 都好啦嚇。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經常去 update 佢嗰、那個手機嗰個 app 啊嚇，即係嗰、那個Sony Headphone 個 app。咁其實如果你有用嗰 app 咧，咁佢有一啲新嘅功能咧，就係而家可以用嘅。咁可以講一講，因為好多時咧，我哋而家手頭上，如果你買好多過千蚊嘅藍牙耳機咧，好多時都會強調有呢、這個環境模式嘅，嚇，即係就算嗰個耳機本身冇 noise cancelling 都好啦，嚇，咁佢都係有一個叫做環境模式呢一樣嘢。咁睇下先，好啊，換一換條線先，
係啦，咁呢個環境模式咧就係俾你譬如出街嘅時候咧，咁因應你喺街外邊唔同嘅動作啦，咁去調校翻一個noise cancelling， 又或者係俾你聽翻街外邊一啲環境聲。等你唔使好似自閉咗，唔知道發生咩事而有意外，或者係但係呢個功能就係喺個手機 apps 嗰度開嘅。係啦，嗱，佢呢個特別，因為我同時喺試緊，可唔可以出嗰個畫面？好似唔得，可唔可以講啦？嚇，咁佢就其實呢個headphone app 咧，咁即係由舊由之前1000X Mark III 開始啦。啊，我影啊，係啦，我影影啦。因為以往很多時其他嗰啲藍牙耳機用呢一個所謂通透模式啊，諸如此類咧，咁就喺個耳機嗰度校撳嚟撳去咁樣嘅，就好易撳錯嘅。係啦，咁喺手機 apps 度撳啊，應該好多嘅。咁點解我哋會要夾呢個手機？因為其實Sony 呢個 headphone 呢個 app 咧，咁啊都由我舊年玩呢個 1000X Mark III 開始，就有裝呢個 app 啦。咁到而家其實都 upgrade 過好幾次。咁其實佢最近嗰個 upgrade 咧，就會多咗一個自動嘅環境模式。咁呢個自動環境模式係咩嚟嘅咧？咁其實佢就會攞埋你手機個 location， 即係個 GPS 嚇。咁佢會記錄你嗰個 GPS 咧，即係記住你喺一啲乜嘢嘅位置。譬如啊，咦，你而家喺公司喎，咁樣，咁你可以將你而家個 location save 咗佢，咁你去指定一個模式啊。譬如我而家喺公司班有好嘈嘅，阻住我做嘢，我就將呢個 noise cancelling 咧開到最大，咁我 save 咗佢。好啦，譬如我去到一個gym house， 所以我每晚都落去做 gym 嘅，咁我就將嗰個 location save 咗佢咧，咁我又可以將嗰度啊，可能嗰、那個個降噪又唔需要咁勁啦嚇，即係我聽歌之餘都想聽到教練講乜嘢噶嘛，咁樣，咁我就可以 set 一個比較輕啲嘅 noise cancelling 嚇，咁屋企又可以 set 一啲唔同嘅模式咁樣嚇，咁呢個 location base 咧，基本上佢只會將嗰個 location 嘅資料咧 save 喺你手機裏邊嘅啫，就唔會 upload 上去 online、okay. 或者 upload 上去 Sony 嘅 server。咁都幾安全嘅。咁啊，相對亦都大家唔需要話太擔心啊。私人問題咁樣啦。我聽個歌都俾人知道我去咗邊咧，咁就官方就話冇呢個考，即係冇呢個擔心嘅，因為佢所有資料只會存喺你個手機嗰度嘅啫。咁啊，多埋呢個 GPS 嘅功能咯，嚇。呢個真係幾特別。係啦，咁另外你其實當然啦，你話喂我唔用 GPS 得唔得啊？咁樣我都係擔心。咁你亦都當然你亦都係可以揀，因為其實佢呢一個 GPS 嘅過程咧，其實之前咧亦都係可以用呢個動作去揀，即係譬如你佢 detect 到你嗰個電話啦，你係移動中啦，或者喐動中嘅活動中咧，咁其實佢就已經係可以將你嗰個降噪嘅模式咧自動咧調翻去低啲嚇，因為佢係有11级嗰個唔同嘅level 嘅，好多係啦，即係你呢度咧一路推咧，咁其實呢度逐級嗱，你會見到啊會多咗啲車啊，多咗啲嘢啊咁樣啊，拉翻低啲咧，佢就會嗱慢慢淡曬，即係降噪最勁嘅 level 啦嚇，咁你又可以一路推，呢個就係人手推咯。咁但係一目了然，咁亦都係可以用一個 location base 去幫你自動調校。我自己覺得，如果用 location base 係會準過之前淨係未有 location 之前，即係如果之前淨係靠動作嘅時候咧，都會錯嘅。你有時喺間係啦，喺 office 行嚟行去嘅時候，但用 location 就會準好多咯。係啦，咁我覺得今次就呢一個SP88 又好啦，或者係就算唔係 SP88，你係 1000X Mark III 啊，或者係其他可以用到呢一個Sony Headphone 呢個 app 嘅耳機，其實都受用嘅。咁呢個 SP88 比 1000X Mark III 除咗頭先講少咗個 chip 之外咧，咁啊多咗降噪降噪一樣有啦，就多咗個防水啦，多咗個 HR base 啦，係啦，咁多咗一個，即係都係叫一個 sport 嘅系列啦，咁樣嚇。咁你話價錢嚟講咧，其實佢開個價錢咧，我自己覺得啦嚇。如果上次嗰個SP78咧，佢就開1099嘅，咁但係呢一個咧就開1699。我覺得開個價錢係比較貴咗，係的確係，因為 1000X Mark III 都係一。
$899咁啊，但係實際上1000 Smart Fit 你賣咗一段時間，其實你而家落去街買1200-1300買到噶啦，$1600+係一定買揾到嘅價錢，一定有。平質我見過$1300+，我見過$1300+嘅。係啦，最平。咁所以當然你呢個調翻轉，你呢個係新出啊嘛。你新出就唔會即刻落價住啦，就算落都唔會落好多，最多俾你落一嚿水，係咪啊？係咯。嚇，咁所以有機會出現就係呢一個 SB 八八咧貴過1000 Smart Fit，咁啊一個幾尷尬嘅位嚟。究竟你要買到音質最 high quality 最頂級啊，還是喂我退而求其次？要個 sport 或要個防水的功能，因為有些人其實真的要防水，他要跑步，你說比起 1000Smart Fit 是咯，即我覺得如果這個價錢是開便宜一點，可能開1399或1200+應該有吸引力，我容易接受一點，如果去到1600+是比較掹得高一點，但是你說我來跑步呢，這個是安全過 1000Smart Fit 的，是的，起碼不會跑一下即是飛下街，其實就不要說跑，行街都可能會掉的，係啊，我都跌過幾次啊！咁啊，呢個就咁戴咗一日啦，即係我即係戴，尋日即係都戴過一日，咁啊還可以啦，起碼呢一落未試過飛出街啦，咁啊大家可以即係參考翻啦，即係可能佢啊同 Eva 差唔多價錢，咁呢一個咧就實用性好啲，咁但係咧就講翻音色啊嚇，我覺得如果你話爭個粒 QN1E 咧。其實是挺大分別的，即真的你會沒有了那個即你會出現了藍牙那個動態不夠的那個情況，還有因為它那個 drive 都是 6mm， 那不同上次 SP700 那隻是 12mm 的，12mm 的，所以如果你說出 extra bass 呢，上次那隻呢出一點反而出到的，即係你會聽到個 bass 係重嘅，如果你聽一啲 pop 啊，或者一啲 dance beat 比較重嘅歌，或者一啲流行曲咧，嗰只 SP 七八咧，啲聲我反而覺得好舒服。但係呢一次 SP 八八咧，又係 6mm 啦，又嗰個動態又相對一千 Smart Fit 比較窄咧，有啲拘謹啦。我覺得唔知佢想點咯，即係話有低音，但又好似唔係好重，好搶咁樣。但係啲動態或者係嗰啲高中音嘅伸延又好似唔夠1000 Smart Fit 咁多，係啦。咦？咁感覺上咁聽落去係咪好似大家同樣價錢係咪 Final 好似抵啲嘅？Final 唔同嘅 ，Final 你又冇 Apps 玩，又冇呢個防水，係咪先？咁啊，就玩樣一個，咁一個就。實用功能就 SP 八八多啲，只不過我覺得係個價錢咯，真係呢個價錢係一個好大嘅concern嚟嘅。可能啲人會真係走翻去買1000 Smart Fit。其實一直都多人買嘅，1000 Smart Fit其實到而家都一直都有捧場客嘅。咁反而你話嗰只大頭龜就，我見好似想做啲清貨動作，但係其實個價官方個價都冇乜點落。都是街價跌啫，但係官方嗰個價就冇乜點落。但係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一啲新聞，都知道有大嘅1000 Smart 貨啦。即係我相信會喺今個暑假內會有機會見到，應該係，因為都其實出曬啦，所有 spec 差唔多係呢時候要出㗎啦。係啦，咁所以就如果中意玩大二遊嘅，留意嗰只啦嚇，因為嗰只其實比起三代都 upgrade 咗幾多嘢，嗰、那個反而值得期待嘅，係啦嚇。好啦，咁如果大家見到呢個細畫面咧，你都會見到我仲有一隻耳機想講啦，我嚟個 close up 嚟先。啊，呢一隻咧即係都幾另類下，即係你睇個標誌你知邊個牌子啦。呢、這個就 Microsoft 嘅 Earbuds。咁呢個 Earbuds 咧就我個人就幾好評嘅。首先就係佢個外形。好靚咯個盒！嗱，如果大家都係一個藍牙耳機，都係1600啦，都係1600嘅，係啦，一樣價錢。你睇嗰個 size， 哇，真係幾精緻，係咪先？但好啦，精緻得嚟咧，其實個 headphone 大嘅喎，即係佢唔會話哇好個盒細，裏邊粒耳機咪細啦。其實佢個耳機唔細嘅，但係佢個盒咧真係好細，好輕巧。好精緻，同埋佢呢個盒咧，係兩次電嘅。哦，
係啦，即係八百個鐘頭電啦。佢呢個盒係16個鐘，即係可以回兩次電。所以 total 都24。因為好多時呢啲藍牙耳機回一次電嘅啫，就唔係回兩次電。咁啊，咁細個電池盒可以回兩次電，我覺得呢樣嘢已經加分㗎啦。係啦，反而大家concern買唔買咧，我覺得係個外形。這個咁大餅嘅嘢咧，唔係每一個人都接受到的。有啲似有一個叫 button 嘅牌子咯，係嘛？即係成粒紐咁樣戴喺耳仔。呢個出現咩事咧？譬如我哋咧戴上耳仔啦，其實係咁樣，係咪就即係好大塊嘢喺呢個耳仔度？咁如果你戴曬兩隻咧，都幾觸目㗎，我相信出街。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好似。好似乜乜戴耳環嗰種，都幾似嘅，係嘛？戴耳環咁，好大塊耳環，好大隻耳仔，係啊。咁樣嘅。咁但係其實佢呢塊板咧，呢、這個圓形咧係有功能嘅噃。係啊，嗱，咁佢講緊佢耳機本身咧，就係個設計比較特別。首先個耳膠啦，咁就同你一般見到傳統入耳式有啲唔同嘅入耳式耳膠。佢有啲似英國嘅牌子叫 Marshall 嘅，有啲似呢個牌子嘅耳機嘅設計。係啦、啊。嗱，咁佢咧嗰個耳膠咧，其實嗰個入去即係嗰個入去塞入耳道嗰位置咧，其實就好淺嘅啫。佢基本上咧喺你個耳窩裏邊咧放咗喺個耳道口嘅啫，咁啊唔會話塞入去。咁長時間戴咧，其實呢一個咧就唔會令到你好似塞咗落個耳仔窿戴得耐嘅時候咧，有啲人咧就會唔舒服啊，或者頭痛。我隻耳會痕咯。係啦，會痕嘅耳仔。因為涉及到可能即係有聲刺激住你嘅耳仔啦，血液唔運行啦，又或者一啲氣壓嘅問題嘅。咁啊，有啲人長期戴一啲入耳嘅耳機咧，戴得耐咧，其實會唔舒服。咁呢個咧就相對呢種嘅感覺咧就會少啲。咁、你話點樣戴得穩咧？咁其實就係你將佢戴咗喺耳仔度咧嘅時候咧，輕輕向下扭少少，等佢咧呢個尾呢、這個碌尾位咧扣住你個耳窩呢度後邊呢度咧，咁其實就會戴得好穩噶啦。你點樣揈咧，其實都唔會跌出嚟。雖然好似好大隻，係咯，但其實係好貼耳嘅。哦，嚇，所以呢個設計就都有冇漏聲嘅問題，因為佢始終唔係一粒耳膠咁深入耳道啊嘛。佢唔係耳膠啦，同埋佢唔係一個降噪耳機啦。佢都會聽到一啲街外嘅環境聲嘅，但可接受咯。咁但係佢自己咧，佢自己 headphone 嘅漏聲情況就做得幾好喎，反而即係冇乜漏聲嘅喎。OK。係啦，咁即係如果你以 Microsoft 地相對其他做耳機嘅品牌啦嚇，即係佢唔係第一隻啦，唔係Microsoft 係第一隻啦嚇。咁我覺得算嗰個設計係收好，其實有啲似 Apple 第一次即係出AirPod 咁啦嚇。咁當然 AirPod 嘅原型就係有線嗰只。Apple 耳機啦，咁其實真係冇乜搞過 R&D 嘅嚇，咁同埋第一代完就發現第一代嘅AirPod 都好易飛落地啦，咁樣嚇。其實到而家呢只都好易飛落地。係啦，咁但係反而你話Microsoft 第一次做一個入耳耳機喺個外形上面，佢係有心機嘅。俾佢花心機。好啦，咁點解要特別講呢個耳機咧？其實就係因為佢嗰個操作功能嚇，因為其實佢呢個耳機佢嗰個面啦，你會見好大啦。咁點解咧？又因為其實佢係呢個耳機成個面積咧，都係一個 touch pad 嚟嘅嚇。咁如果好多時我哋用藍牙耳機，就算好似 Sony 啊，或者通常就係一係兩掣啦，又或者係一係就係實體撳實體掣啦，一係就係輕觸式咁樣啦。但係無論輕觸式又好，或者實體掣又好咧，都係一個 tap 嘅動作，係啦，可能 tap 一下、tap 兩下、tap 三下，跟住左右耳。咁好多時呢啲耳機咧就俾你可以 set 兩套動作嘅、可能左耳一。套動作可能是播歌 pay stop 啦、或者是 Google Assistant 啦、右耳就可能是個環境模式啦，即係撳曬環境模式啦，可能撳一下大細聲，撳兩下細聲咁樣啦，即係好多時會係有一套動作，可能有四組動作，你中間揀兩組。又或者係好似呢一隻咧 ，Eva 咧就好多個動作，可能有成七八組動作，咁但係你就要記住每一個動作撳幾多下，撳幾多下
嚇，否則的話咧就幾慘喎、啊。係啦，你就唔記得咗要咩動作等於咩嘅咁樣。咁但係 Sony 呢誒唔係呢個 Microsoft 呢一個咧誒好直覺嘅，譬如你誒戴上去耳仔度嘅時候咧，你可以用一個手機 app 咧去睇 set 翻啦。但係你其實你唔 set 咧，你好直覺你會知道點做。譬如我向前掃一隻歌。向後掃後一隻歌，向上掃大聲，向下掃細聲。哦，呢度已經係兩組動作。但其實我想講一講，因為之前咧，我之前有一隻試過有一隻耳機咧，佢都係有呢啲大油咯 ，panel 都係咁掃嘅。大油。但係你會發覺咧，好容易掃錯。譬如我向前掃向後，即係要向前掃向後掃咁樣咧。咁有好多時會掃錯，因為佢你。即係個 panel 越大咧，咁你掃可能係變咗斜咗嚟啦，斜咗啊嘛，或者向橫啊向上咁樣咧，啲動作好易會錯嘅。呢、這個會唔會有啲咁嘅狀況咧？其實都係要適應嘅，即係當然你因為佢個 panel 喺圓形啊嘛。譬如我水平向前掃，我就知嘅。但係譬如我咁樣，其實我以為我係水平嘅，但係其實斜咗。其實斜咗。有機會冇反應嘅。哦。係啦，有機會冇反應嘅。都真係要可學啦。係啦。這個、呢、這個咧，我嗱呢個咧，我唔知 Win 喺 Android 上面冇呢個問題噶，喺 Win 喺 iPhone 上面咧係簡體字，係呢、這個就暫時我唔知點解未處理到啊，係啦，但係咧佢係睇先啦，係啦，咁你可以觸控啦、啟動啦，咁你可以呢、這個就係個 equalizer 啦，咁其實呢啲嘢佢都有嘅。咁咧最特別呢一個嘅耳機究竟係有啲咩功能咧？其實就係因為始終佢都係一個Microsoft 嘅產品啊，咁佢某程度上咧都會配套你一個Window 可以做啲咩嘢啊？可以翻嗰個畫面先，係啦。聽講嘅可以同呢一個。Office 365或者係嗰啲咧，可以進行一個連動嘅喎。係啦，嗱，俾一個畫面。嗱，呢一個咧，其實我喺嗰個Office 嗰個 cap 落嚟嘅，係啦 ，Office 嗰個 cap 落嚟，就係佢話俾你聽啊，你可以究竟喺呢個Office 裏邊做到啲咩動作嚇？咁佢主要有兩個功能嘅，第一個功能就係你可以對應到喺。Word 裏邊嗰個語音輸入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呢個所謂呢個語音輸入個功能就揾笨嘅。其實基本上你任何電腦有麥，又或者係你插一支 handfree 麥都做到嘅，就其實唔關嘅 headphone 事嘅，係啦。咁實際真係關個 headphone 事咧，就係喺呢個 PowerPoint 裏邊嚇。咁佢喺 PowerPoint 裏邊咧。如果你有留意喺 PowerPoint 喺嗰個option 裏邊咧，即係最新個版本啦，你 update 咗上去Microsoft 365個 PowerPoint 就會多咗一個Surface Earbud Setting 嘅呢個功能。咁如果你開咗佢嘅話咧，咁你基本上你就可以用呢個 Earbud 咧喺做 presentation 嘅時候咧，即係呢個投影片模式嘅時候咧，你就會見到呢個 option。見到呢個 option 咧，開咗之後咧，你只要每次做 PowerPoint 嘅時候咧，你想換 slide 咧，你係左邊耳仔向前掃一格。向後掃一格，哦，即係你又唔使攞個，我初初以為係 pointer 嚟撳啦，我初以為係直接講上一頁下一頁咁樣，因為你要投入去講緊你嘅 presentation 噶嘛，咁你就唔會講嗌紅面滔滔嘅上一頁，係嘛？唔會咁樣噶嘛，咁你係講嗰下只係掃掃耳仔啫，即係其他人唔知道你做乜嘢咧，就撥撥頭，以為我撥一撥頭，發現係啦，喺度掃耳仔，就換一頁，好犀利。佢個好處係幾方便嘅，但係個唔好處就係、是，喂，咁我除咗落嚟咪冇個眼咯，揸住喺手，佢又唔得喎，咪要你戴住先至反應到，又叫 sensor 喎，你戴耳仔喺度，就戴就唔可以戴住，咪講講下嘢，我突然間咁樣，或者突然間咁樣，唔可以好似嗰啲 pointer 咁樣。係啦，咁即係當然我冇 pointer 喺手，我用開呢個 headphone 嘅。我作用埋呢個功能 OK 嘅，即係你話係咪用個 pointer 瀟灑啲咧？係嘅，我覺得，因為你唔需要咁大家望住你嘅時候舉一隻手咁嚟做啊，好似一個小動作咁樣嚇。咁同埋個一個大家要留意嘅，雖然佢係一個 support 呢個Microsoft 365啦嚇，但係佢只係 PC 版格揾到呢、這個選項嘅。
如果你是用 Mac 機，你是用 Mac 的 Microsoft 365，就算你 update 到最新 version 都好，都沒有這個選項，你會找不到這個選項。暫時未開放的，我想。我不知道，即是它其實都奇怪的，因為剛才說的 setting app， 即是無論 Android 好， iPhone 好，或者 Windows 好，都有的，就唯獨沒有 Mac 版的。是的，所以就暫時如果你是 Windows Notebook 配這個Surface Earbuds 是 OK 的，即你不一定要 Surface 配 Surface Earbuds 的， PC Windows OK 的了，但是就如果你用 Mac 就配這個就我想用不完的功能咯，即你當一個hand free 聽歌，不過目前來說暫時都是 PC 的用家始終多一點的，即很多時候你說我大調回轉說你用 Mac 你都買 AirPod 啦，買 AirPod 或者 AirPod Pro 啦那你 PC 的用家你可以首選翻用一個Surface Earbuds 去做一個想聽歌之餘又想做嘢，同埋呢個佢嗰個上次咪同你試過用佢嚟做 hand free 講電話咧，啲聲 OK 嘅，係嘛？即係唔會話太好清啊！但即係你用電話聽我呢個，其實都好清。你係聽噶嘛？即係你係對方啊嘛？你聽到其實啲聲都 OK 嘅，受方好好，同埋嗰個我放低部電話，淨係個人行出嚟，其實嗰個距離都可以接受、okay. 所以如果你話當埋 hand free 用，我覺得呢個都加分。但如果聽歌方面，聽歌就唔同啦，因為始終佢唔係一啲即係出開耳機嘅廠啦，喺嗰個調音上邊咧，其實就冇乜嘢特性嘅。即係你會唔會好似翻到嗰啲有一個好突出佢哋自己嘅特性，或者其他牌子嘅耳機有嘅特性？其實好中庸咯，即係有聲低音又唔會好重，高音開揚但又唔會好闊咁樣。咁感覺上佢，但係 Android 都好嘅，因為佢都有APTX 嘅。係啦嚇，同埋iPhone 有冇講啦，定係 AAC 啦咁樣嚇，但係都叫做有 APTX 嘅嚇，即係都。可以啦，可以啦，咁但係價錢就其實今日講呢三款 headphone 點解會將佢擺埋一齊講？一嚟就啱啱大家都係新出啦，咁二嚟嘅三款都係講緊千六蚊，即係如果你有一樣 budget， 究竟你會點樣揀咧？係啦，我問你，你會點樣揀？你會買 Eva 啦？我或者三個都唔買，我買一千。我諗緊，因為一千啲 smart free 喺街都係買呢個價錢。但我又好似好唔捨得只 E 一千喎。E 一千送就 OK 嘅，係嘛？多隻有線用，因為始終都係有線穩定過無線。的確嘅，係啦，嚇咁係咯，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咁呢三個耳機，咁都各有捧場客嘅。咁其實我哋PCM 都收集緊。連埋其他嘅藍牙耳機咧，就會有一個彎做嘅，會有個彎做緊嘅嚇。咁但係因為嗰啲可能有啲平少少啊，或者再貴少少啊咁樣，咁嗰個就即係今日就唔全部攞曬出嚟講啦，因為都太多了，我所以就揀咗啱啱最新同埋大家都係1600蚊呢個價位嘅三款耳機去同大家講啦，係咯。咁如果有問題，可以大家喺呢一條片下邊嗰個 Facebook 下邊留言啦，咁樣咁我睇到都會答翻你嘅。同埋如果大家想我哋試啲咩耳機咧，咁或者試啲咩產品咧，都可以話俾我哋聽。因為我自己 plan 緊咧，即係睇下會唔會有可能即係7月啦，下個月咧，即係開翻Digi Friday， 好耐冇同大家試機啊嚇。咁其實早兩日都喺 PCM 個 Facebook 就有晚瞓唔著，咁留咗個 po 睇下有冇睇，而家冇復。咁暫時好似睇到話電視比較有人就試 router 喎，梗係試嗰只 router 啦，係咪先嚇？係啦係啦，嗰只 router 未出啊嘛，十一月試係啦，十一月尾。如果那隻 router 到的，我們第一時間跟大家試，那隻是一定會跟大家試的，比較實在是試電視啦，這樣，我搜集緊的，究竟是一次過給幾部大家看，還是逐個牌子逐部上呢，這樣，因為電視比較大部，有時一次過看好過癮一點，因為你可以做到個比較啦，AB 比較咁樣。其實我哋而家手頭上都有好幾部電視都可以。唔止啊，聽日仲多啊，可以俾大家睇。聽日仲有啲嚟緊啊，咁等我歸類咗先，因為今年嗰個電視嗰個選擇咧，
其實比起2019年咧就豐富咗嘅，一嚟有 4K、8K 啦，咁二嚟 4K 都有一啲新嘅用途啦，即係特別係博 router 用噶啦嚇，即係有啲博 router 專用功能啊，咁嚇咁就呢個要大家留意一下嘅。咁究竟嗰個博 router 專用功能博完之後係咪好啲快啲咧？咁我哋都會試一試話俾大家聽嘅嚇。咁啊，留意翻啦，或者如果真係大家想喺Digi Friday 玩啲咩嘢嘅，話俾我哋聽啦。咁我哋都可以參考一下。準備一下嘅嚇，因為七月份都忙嘅，咁誒，因為七月份都有書展啦，係啦，啊咁誒，啱啱亦都 confirm 八月電腦節高啦，即係做啦咁樣嚇，同埋嚟緊好似有影音展喎，係影音展都做啦，係啦 ，confirm 曬，即係會展嗰幾個大 show 都恢復正常啦。咁當然有啲調整嘅，即係譬如電腦節啦，啱啱即係收到消息，即係今年電腦節個 hall 裏邊，除咗你會見到電腦節嘅內容之外咧，會有一個健康科技嘅展覽同場展出嘅。咁當然我而家暫時未知究竟嗰個所謂健康科技嘅展覽個規模有幾大啊？係咪好似因為以前呢個電腦節裏邊係有一個專區噶嘛？可能係初創專區或者係軟件區嚇咁樣，又或者係即係舊年咪大灣區啦嚇。咁今年就究竟係咪又係 set 一個位置叫做健康科技啦，又或者將佢撈亂咗咧，咁呢個未知。咁啊，我諗七月中啦，第二個禮拜咧就會有一啲正式嘅公布啦，係啦。咁啊，到時再話俾大家聽啦。好，好啦，咁啊，今日嘅 Gadget Live 就嚟到呢一度啦。咁如果大家想睇翻嘅，可以去翻PCM 嘅 YouTube channel 啦，或者 PCM 嘅網頁下邊咧都可以揾得翻咧呢個片嘅重播嘅。好，咁啊，今日同大家講到呢度先，拜拜。